看我的舞台剧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演戏演得很烂，然后我台词也记不好，但是 我演完的时候我有问哥哥说，哥哥你觉得我演得好吗？他说我妹妹我哥哥以你为荣。上礼拜我们才一起工作啊，上礼拜录影的时候鬼哥还跟我开玩笑说，你现在工作这么多，你副业女王哎，你要注意健康。还开玩笑说，我如果健康没了，还没有命花。其实没有办法说太多话，对，因为很悲伤、很难过，然后就我有骂他，对，我说你到底在干嘛？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蛮长的，尤其一起工作，他是一个很啰嗦的人，很喜欢讲很多的大道理，但这些道理都化作是无尽的思念。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他非常的真，然后又简单的一个，算是一个演艺圈的前辈。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节的人，就是说只要接触过他的人就知道，他就是很注意细节。比如说，他知道你来宣传，他会把你把板子拿起来，叫你到前面去讲话，赶快去，这样诸如此类的。当然，这些细节呢，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发现。我相信他没有离开，只是先到了下一个我们要相聚的地方。算我从一出道开始，然后那时候在娱乐百分百，我们相处的机会很多，然后。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私底下好安静哦，然后后来有其他的机会相处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你跟他说话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，很愿意跟你分享的人。然后那时候我才认识到真正的黄鸿升。就是觉得认识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就是说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，他非常照顾每一位他所认识的朋友，他都非常真诚的去待人。那我相信他的才华大家也都看到了，然后他的做人处事真的是我们的榜样跟典范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看到那么多朋友来看他，我也是觉得很感动。然后刚刚就是也来看看 Dino 哥还有他的家人，请他们要保重身体，然后不要过度伤心，因为我相信鬼哥也不希望看到大家这么样的悲伤，这么样的难过。有，我们有碰面了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这样子，然后大家也辛苦了，所有都很舍不得。然后其实我跟鸿升认识20年了，然后其实这20年来，虽然我们工作啊。没有什么交集，但是最有密集的就是在玩很大，然后真的是每一次的玩很大，特别是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聚集起来，然后大家会一起聊天啊，然后聊家庭啊，聊朋友，聊很多的事情这样子，然后真的是很舍不得。然后就是他在星球可以过得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开心，他也会开心。